今日原籍菩提大典，吾等弟子至诚向恩师上人行礼告别，法眷弟子、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，诚挚恳切祝祷。恩师上人，福愿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时为公元2022年9月3日，法眷弟子、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，至诚顶礼叩拜。